转圈转圈转圈。妈妈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？辛苦了。会。谢谢。全力能成功走上花路，黑人骄傲喊 My Boy。帮我办个转圈。太快了，一定的。谢谢哥。My Boy。陆战偶像练习生总决赛名次出炉，来自台湾的陈立农拿下第二名，成功出道，成为男团 9% 的一员。经纪公司老板黑人和 Andy 哥带着农农妈特别飞到北京为他加油，让他超级感动。还有我的，公司传奇新娱乐的家庭 ，Hello，Andy 哥、黑人哥、小伟哥，还有我的经纪人，还有我的妈妈，完蛋，好爱你们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我的老爸。不管你身在何处，你儿子做到了。历经四个多月的努力，农农一路过关斩将，他的蜕变粉丝都看在眼里。离开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。爱过就该永远永远放手的淡定，那一束珍贵让爱情再为你复兴。老板 Andy 哥也在决赛后感性喊话，希望农农不忘初衷，一直这样善良努力并且幸运。